妈祖慈悲，大家好。有位同修在我们义德妈祖的官网讨论区来问师棍说，为什么 M8 可以拿来驱邪？为什么 M8 有那种驱邪的功用？这个问题问得很好。顾问的回答是这样子的：古时候呢，把 M8 视为呢珍贵的一种食品食物，因为它除了调味以外，它还可以什么消毒气浸啊，消毒气浸净化的一种作用。所以 M8 呢可以消那个消毒，也可以杀菌。那的确呢 M8 有净化的作用。在宗教上我们常常用 M8，还有米，还有米。那米呢，是我们闽南地区的主要的一个粮食，也是我们很珍贵的一个食品食物。所以我们常用米来拜祖先，来供养神明，所以来供灵、卫灵，所以来安抚灵。所以我们呢，常常看到道教会用盐跟米混合在一起来做一个驱邪祈福的一种作用。那故呢，信解行证，而我们相信老一辈的教我们啊，相信呢，当然开始是迷信啊，我们没有实验看看啊，只是老人家这么讲，我们就这么听啊。那后来了解以后，哎，的确，那食盐呢，这个 M8 呢，它可以消毒气浸啊，我们得试看看。那米呢可以供养三宝，也可以供养祖先鬼灵啊，所以我们把米盐混合来做一些祈福驱邪。所以我们看到一些法师在做法的时候，他会撒盐，然后撒米，来祈福，来驱邪。那故呢是相信的啊，所以在这里跟大家做的分享，宗教信仰活动呢，我们从信，那个信开始是相信，有一种迷信，因为对老人家的经验，我们相信，因为我们都不懂，我们就相信。那慢慢呢，我们去理解、去了解这个道理，然后去行、去做，那就验证了，那我们就有正信啊。那 M8 真的可以消菌的啊，可以消毒的，有净化的作用。所以自然呢，我们的心认为它有这个作用，就产生一种心力。信仰的一种力量，让我们意识的这个能量就一撒，相信就把那鬼给赶走了。我们相信，包括火，我们相信火也可以驱邪，因为火也可以杀菌啊，消毒嘛，对不对？那当然，宗教信仰呢，民间信仰不要用邪事这样一之一百分之百，如果是这样子的，就没有办法去理解民间的信仰，都会通通是说迷信的，那我们都不做了。那因为很多条件因缘我们不了解，所以科学都需要固定的某些条件。那民间呢，我们所遇到的一个环境，因缘很多，条件很多，状况很多，都不是我们能掌控的，不是学识科学在做实验当中可以掌控这某种条件，某种条件，因为变化太多，所以没有办法百分之百，一百个投入，一百个产出，都是照这个规则。所以我们这样解释 ，M8 它有消毒、有净化、气浸的一种作用，所以我们拿来驱邪。在古时候呢，简单的一种病毒、病菌。它是有作用的，然后邪其实是一种负面的能量，你类似把它想成细菌吧。
类似，不要那样的科学，一定要绝对等号啊！这是顾问在从事呢妈祖信仰的一种宣教，顾问的理解，不要硬把科学跟信仰文化画成等号，然后一定要用科学的角度去求证100%，难呐、啊！条件因缘太多，不同很难啊！我们呢，信则灵，所以信解行证，我们相信了，哎呦，了解了，哎，自己也做看看了，也验证了，哎，我们相信我们自己相信的，这是我们人的习惯就可以了。感恩大家，谢谢大家，妈祖慈悲。